我哋每日生活营营役役，你有冇试过朝头早起身瞓醒都觉得好攰呢？明明身体应该系有足够嘅休息，但系个人都好似提唔起劲。其实就算我哋嘅身体有休息，但系我哋嘅心又有冇呢？面对日常生活、工作、家庭，我哋个脑每一日都好似24/7咁运作。你有冇自己个脑同个心静一静落嚟过呢？静观系不加批判，带住好奇心咁样觉察此时此刻嘅感受。佢帮助我哋喺生活入面作出一啲更加健康嘅回应同埋选择。大家好，我是 Charming， 我是一位认证的辅导员。在我日常的工作里面，我也会应用静观的方式去帮助个案去调节自己的身心，即希望可以为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又或者在日常生活带来多一些的选择。其实我跟很多人一样，就是中学考完过高考之后，究竟大學我應該讀咩科呢？向邊一個方向發展呢？其實我都係冇咩頭緒嘅，而最終我就選擇咗大學嘅時候去修讀哲學。大學畢業嘅時候，我就入咗一啲商業機構嗰度做project management。咁做咗一段時間之後咧，我就開始問自己啊，其實我喺度做緊啲乜嘢呢？即係心入邊好多疑問，亦都好疑惑啊！因为我纵观睇翻自己啊，屋企好关心我啊，我条路都算行得顺畅，咁但系我就唔知点解啦，即系心入边硬系有一种感受唔到开心嘅感觉，好似觉得好冇意义，唔知道自己喺度为咩咁样样。究竟我系一个点样样嘅人嚟嘅咧？都开始有少少模糊。咁所以喺工作咗几年之后，希望可以为自己去了解自己多啲啦，去找翻一啲乐趣啦，亦都系好似帮助自己去找翻一个路向啊，咁喺嗰个时候咧，我就接触咗静观。当我一开头接触静观嘅时候咧，其實我諗同好多人都一樣啦。啊，啱啱開始試過幾次啊，靜坐一下啦，個過程覺得好舒服喎，覺得好輕鬆，即係好似身體入面嘅一啲重擔放輕咗。當時先發現原來喺日常生活喺工作入面慢慢累積出嚟都好多好多壓力喺自己心入面，係自己唔知道嘅。而當透過靜觀的練習的時候，我放鬆了才發現原來之前自己是那麼重的，所以就會更加進一步去接觸更加多的靜觀啦。當我透過靜觀去令到自己我更加清晰自己的需要，更加清晰自己是一個怎樣樣的人的時候，其實變相我跟其他人的那個相處，其他人的那個溝通，我輕鬆了。當我輕鬆了的時候，可能對方也都感受到我的輕鬆，整件事呢是自然很多，是會也都減少了我以前心裡面的很多一些負面的想法和我心裡面的壓力。所以呢，我也都很想將這件事 去介紹給分享給我身邊的人，或者身邊的親朋戚友 去認識，甚至一些我不認識的朋友去了解呢一樣嘢嘅。我去上咗一個MBCT 啦，靜觀認知療法啦，亦都係上咗一個叫做 MSC 啦，即係靜觀自我關懷嘅課程嘅。咁當我上完呢啲課程之後，我就更加有信心啦，即係更加有信心，無論係我自己嘅自身嘅一啲練習，又或者係我點樣去跟其他人去分享，或者釋除其他人對靜觀的一些疑惑或者疑慮，亦都我會覺得很有幫助。所以到這一刻，我成為一個
認證的輔導員啦，咁喺我日常的輔導工作入邊，我都幾經常會應用到靜觀的方式去幫助個案點樣去可以放鬆自己啦，又或者係多啲嘅清晰度去睇下究竟自己發生緊啲咩事嘅時候，可以更加專注咁樣樣去處理或者調整佢需要調整嘅東西咯。咁其實喺我喺香港大學修讀呢一個輔導學碩士嘅時候，會有一段時間係需要實習噶啦。咁我實習嘅地方係一個護養院嚟嘅。咁喺嗰個實習嘅經驗入面，我好記得其中有一個伯伯啦。咁我同佢去做一個輔導嘅傾談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偏向於用一個生命故事書，即係生命回顧嘅一個方式去睇翻啊，究竟呢一個伯伯經歷咗啲乜嘢咧？佢嘅價值觀係點嘅咧？有啲乜嘢支持住佢到而家呢一刻就算佢身體有好多限制，但係依然係會好正面咁樣面對嗰個生命嘅咧。咁喺呢個過程，我了解到啊，原來每個人嘅嗰個經歷都好唔一樣。咁而經過呢一件事件之後，其實我對生命教育啦，或者生死教育呢一樣嘢，嗰個興趣又或者係嗰個心啊，好似燃起咗咁樣樣。因為我發現呢一樣嘢，唔淨止係為伯伯啦，亦都同時間係為依然在世嘅屋企人嘅嗰個意義，或者對佢哋嚟講，成件事係去點樣樣去調節，點樣樣去面對咧？咁喺機緣巧合之下，我接觸到心係心啦，亦都加入咗心係心啦。我更加感受到無論係陪伴住喪親嘅人士又或者係去做一些生命故事書，去一些可能長者中心那裡去陪一些公公婆婆去講返佢哋嘅生命回顧啊，佢哋係一個點樣樣嘅人啊，佢哋嘅心入面嘅一啲信念係啲乜嘢，去為佢哋做一個故事書。無論係當事人又或者係一啲面對喪親嘅人士，其實喺喺呢個歷程入面，大家都是好像一起行的一個經歷。而回去靜觀，靜觀我們怎樣去在當我們面對喪親又或者是面對一些生死事情的時候，我們怎樣去協助我們去度過呢？其實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因為靜觀講緊嘅就係我哋不加批判咁樣樣去覺察我哋當下嘅嗰個狀況，呢一個係其中一部分，即係當我哋感受到嗰個傷痛，當我哋或者嗰一刻我好似process 唔到啊，我好似唔知點算好嘅時候，啊靜觀可以幫我哋靜一靜落嚟，俾翻一個空間自己。哦，原來呢一刻我是需要停一停，哦，原來呢一刻我是需要自己靜一下，去調節一下自己的那個心情。而另外一方面，靜觀佢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去了解我哋此時此刻嘅一啲狀態啦。因為靜觀講緊就係我哋不加批判去觀察我哋此時此刻嘅一啲情緒感覺啊，我哋嘅身體感受啊，去為我哋帶嚟多一啲嘅清晰度，去了解究竟我哋呢一刻發生緊啲乜嘢事。而當我哋面對住喪親嘅嗰個傷痛啦，又或者係生活上嘅一啲困難嘅時候，當我哋了解到自己發生緊啲咩事嘅時候，我哋亦都可以作出一啲相應嘅幫助啦，去幫我哋自己啊！呢一刻原來我需要去透翻啖氣嘅，我需要一個喘息空間嘅，我可以向呢一個方向行啦。又或者呢一刻啊，原來我有呢一個需要嘅，咁我亦都去向嗰個需要有啲咩相應嘅東西我可以調節咧，我亦都可以做。咁所以無論係了解自己方面，
又或者是唞翻啖氣，一個喘息空間方面，靜觀都可以幫到我哋喺呢一個部分去為我哋帶嚟一啲少少嘅幫助。